兰开在碧蓝干香，玫瑰花，玫瑰花，兰开在碧蓝干香。我愿那朵的无尽风雨莫吹倒，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有个莫盼着。他就到处去找了，那他就看到一家公司就在聘请售货员。那就说，I like to apply for any job. And then 那个人说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apply job any job? Yes, I can do anything. Okay, you know we sell Bibles here. Okay, I sure can try.Okay, our policy here is you have to sell 12 before we can, 就是用取用你。Okay, 他说，那我就先let me give you like a 3 or 4. And then 他说 ，Okay, let's go. And then 他就出去买东西了。哎，然后一下子十分钟就回来了。哎呦，这个人很惊讶，说还不错嘛，就说。Excuse me, 他就说 I sold my the ones that you gave me. I'm ready to sell more. 那个人说 Are you sure? 他说就觉得好像有 possible. 他就说 OK, 就再给他几本 ，and then 一下子就又卖光了回来。然后就很奇怪，就是觉得为什么他卖得这么快？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这样子继续，就是给了他12本都卖光了。And then 他就说 How did you sell your Bible? How did you sell it, the product so fast? 就是说这么顺利。他就说 I just stand there and I ask everybody, do you want to know this book? I'm selling it. 然后那个先生说 Oh, it's a Bible. If you don't know, I can read them to you. And then 那些人就是说 never mind, I can just buy it from you.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想还有河边唧唧唱歌的水磨，哦，妈妈，如果有一的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y perderte después.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írame en tus ojos, vete junto a mí,
En Zaquita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家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小弟弟，他就问爸爸，他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教我们呢这个 capitalism，what is capitalism？” 爸爸想了一下，就说：“好，在这个家里打个比方啊，我是在外头赚钱的，I am the capitalist。你妈呢是管全家的，she's the government。你呢，you are the people。”然后旁边一个 nanny is the labor class，然后还有个小弟弟，he is the future。想老半天也就没问了。到了晚上啊，他就起来，他就弟弟跟他同一间房间，弟弟就哭了。他发现弟弟很臭，弟弟大概是尿不湿了啊，大概味道不太好，他就出去，就去 nanny 的房间，那个敲敲敲。没声音，他一看，爸爸在 nanny 的房间，就走了，走到妈妈那里去，走到妈妈那儿，然后妈妈睡着了，这下他没脾气，他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他就跟他爸说："我晓得 what is capitalism。"他就是 "When the capitalist is screwing the labor party, the government is asleep." The people has been ignored, and the future is in deep shit. That's good. That's good. 他就买了种子，他要播种，结果播了种以后，秋天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办法收获，因为种子是假的。结果呢，他就很生气。他就很生气呢，他就想说他要自杀，因为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种子，他就想说他买了酒，就买了农药回来要自杀。结果呢，他喝了农药以后也没死，没死了以后，他们一家人都很庆幸说，居然没有死，就是买了那个酒回来庆祝，一家人庆祝。结果喝完了以后，全家都死掉，因为酒是假的。农药也是假的，种子也是假的，对对对对，那酒也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我要想一下，有一个警察，他在这个freeway 上面就抓到了一个驾车，有看似有点像 shaky 这样子，把他给撂下来。结果撂下来了以后，他就问他。就叫他拿驾驶执照出来，结果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驾驶执照。结果他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无照驾车是要罚多少钱？"他说："我知道这个无照驾驶是足够我去上一个license class，因为他没有驾驶执照。"就警察就把他们骂歪了。结果他骂了以后，他太太听到了，想说怎么一回事，就下来一看，就跟他讲说。就警察先生，我先生啊，一喝了酒以后他就胡言乱语。就警察一听，好啊，你是喝酒，结果赶快就给他做酒测，结果果然是有这个driving under influence。后来呢，他妈妈在车上想说一大堆的声音很吵，他就跑下来一看，怎么儿子怎么一回事？儿子说妈妈没事没事没事，他就跟他讲说，我只是开车太快了一点，结果。那个妈妈就跟他讲说："跟你讲了，你这偷来的车子不要在这马路上开，就车子是偷来的。”到前十年就开始本土化，所以吧，大家就是讲国语、台语，常常会 mix 在一起，所以这个长荣这个空中小姐，他们长荣要飞了，所以。这空中小姐就开始带位置，她就带这个一对老夫妇带她的女儿，她就跟这个这个老伯伯说，你吸碟夹，然后就跟她说，您太太是 D 呀、啊，您查某囝是三八 G 啊。好。